是一个海拔最低的酒店，所以它要解决很多施工的困难。它的地质是不平的，它的整个消防啊、排水啊，所有东西都赶着来的，打桩就打了两年，方案反反复复的，因为要做。深坑酒店呢，以及迪拜帆船酒店是被誉为世界十大建筑奇迹类的两大酒店的奇迹。那么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全都贯彻了那个绿色施工的这么一个节水、节地、节能、节财，尽量少的破坏自然环境，那么尽量减少了一些能源消耗。我们酒店的卫生管理是有什么把握？这个现象是普遍的，因为中国的五星级酒店发展太快，所以它的服务水准呢是有下降。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每一个酒店的人都要更用心去做好这个事，你如果重视了就会好。因为我们实际上这里都会按照周期最严格的规定去执行，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也非常希望媒体多一些监督，这周期最顶级的酒店。地下88メートルの採石場の跡地に建設された高級ホテルが中国上海で完成し話題を集めています。中国上海では深さ88メートルの採石場跡地に地上2階、地下16階のホテルが建設されました。ホテルは2009年に建設が始まりましたが、岩壁や地盤の状態が場所によって大きく異なるため工事が難航、完成までにおよそ9年、総工費はおよそ326億円に膨らんだということです。